原标题：美国武力入侵该国，联合国试图阻止，结果美国摸出一票否决权。在我们传统的印象中，二十世纪中后期美国的对外战争，除了跟我们中国在1950年打了朝鲜战争，就是1955年的越南战争了。殊不知美国其实在1983年还入侵了一个中美洲的主权国家，主权国家的名字叫格林纳达，地处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的最南端，西边加勒比海与巴拿马运河遥遥相对，东临大西洋，各加勒比海出入大西洋的东部门户。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是英联邦国家。至于为什么美国要对它下手，直接导火索为1983年10月13日该国政府军司令奥斯汀不满时任总理莫里斯·毕晓普不再亲苏，积极向美国靠拢的外交政策，发起了军事政变。美国出于担心在亲苏等奥斯汀带领下，格林纳达将成为下一个古巴，那等同于苏联在自己的后花园连放两个定时炸弹，因而决定在1983年10月25日对格林纳达直接动武。为了能够快速结束战争，避免像越南战争一样陷入泥潭，美国这次进攻的军事准备非常的充足。根据相关情报显示，那时格林纳达的政府军只有两个步兵营，一个野炮连，一个高炮连，共约2000人。而美国为此不但准备了航空母舰一艘、导弹巡洋舰一艘、导弹驱逐舰一艘、驱逐舰两艘，还有近万人的地面部队，可见不管是数量还是装备，美军都是完完全全碾压格林纳达。1983年10月25日4时30分，伴随着嗡嗡的飞机发动机声音，美国军队兵分两路直插位于格林纳达南北的珍珠机场、萨林斯机场，凭借着绝对的制空权，美国登陆机场的战斗进行得非常的顺利。但当两路美军准备齐头并进冲击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时，遭到了依托地形拼命反击的格林纳达士兵，由于缺少重武器，一时间美国很难冲过格林纳达士兵构建的防御网。但当27日前后美国人将大口径火炮搬上前线进行无差别的炮轰后，原本就是临时构建的格林纳达防线瞬间崩溃，格林纳达士兵不得不急忙撤入山区打游击。28日南北美军在圣乔治胜利会师，宣布针对格林纳达的主要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在尼加拉瓜的提议下表决痛斥美国侵略行为的美国侵略案。由于美国的行为确实是对主权国家直接入侵，安理会15个理事国有11个投票要对美国进行问责，然而结果是尴尬的，美国直接行使了一票否决权。简单的说，就是联合国在他入侵格林纳达这事上拿他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只要是涉及对抗美国的决议，美国都可以用一票否决权统统否决掉。而也就在美国在联合国霸气否决的时候，美国军队在格林纳达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成功将格林纳达亲苏头脑奥斯汀等人统统抓了起来，配图来源网络，版权人若觉不妥，联系我们，立马删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